自己到那个五年的，你给五年啊，我过了五年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本来是想到，因为我们都要透过那个延讯资讯嘛，延讯的话，我们想说到那边去接照片就好，去照那个200块的照片去接了。那现在那到时候没关系啊，到时候因为我觉得去照相馆划不来，就400块，400块哟。400块给你。对啊，可是要大头照啊。